一日宇宙，面面面，今日一日之面。国际搜索吗？一日吃面，Foodpanda Uber E 上线了，吃起来！可以说我终于来到了一个音乐的殿堂，是，我们先掌声鼓励。平常呢，我们都是坐在底下，比方说音乐会的时候，欣赏别人唱，通常都能够听，我们都欣赏别人，然后拍手，对，鼓掌。Uncle 这样子，有没有？对，我觉得来到这个音乐的这个氛围里面，就能够特别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涤呀。说的是你，音乐粉的。说的是你，然后我一听到爱乐，这个氛围就不一样。我们常常听到爱乐的乐团，是爱乐的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待不下去？哎，对。这我们是仅限于欣赏，但是今天呢，我居然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学，那是声乐吗？还是小时候参加过合唱队？对啊，少年我演唱合唱团。这个小时候曾经甚至参加合唱团，但是很不幸的，在12岁的时候，就本来已经要去参加电视台的录影，你想不想？去年我，然后他变成就。然后这声音就是同志你的声音回到了你不见了，是因为转身吗？对，就是转身变声期。然后我就那时候是要去参加小燕姐的节目。哦，真的？对对对，那好像是儿童世界。好可惜哦。对，那你那时候很伤心吗？不会，我是觉得不用去可以放假一天，我很高兴。怎么强势末就这么对都没有变。以前真的就要打一个那个蝴蝶结，对，然后穿这样，然后这样手要背在后面。一根刺出人肉，真的有了，有这样，然后又拿老师，类似这样。我也看过，我也说的是那，对，是这样，说的是那，有。我就不懂为什么小朋友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为什么大人的合唱团就没有这样？对，大人唱团通常会这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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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其实，这台语根本就期待这一天。对啊，你根本就对，你是期待的。他人称宽度帕华落地，就是他。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样的音乐，可是很离奇的，我居然去当兵了。后来就唱一直在唱，也算是有唱到歌啦，也算是有。等一下，我们要跟老师好好的学习。所以今天是不一样，我是来学声乐。声乐。我们要非常的谦虚，好好的跟老师学习。好。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站上国家表演的殿堂。什么国家？对呀，说不定我们代表国家去维也纳，对不对？或者去那个可以啊，第一步前应该之类的，真的吗？那我们就先跟团长跟总跟团长报道一下，爱乐，这样好。这位呢，就是我们爱乐的古老师。古老师呢是我们的总监，是兼乐团的指挥。是的，那王老师是团长，团长。对，请我很好奇，团长跟总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啊，我是负责音乐的事情，训练团员啊，挑选团员啊，然后指挥音乐会这样子，要去找钱。所以像郭老师，您自己本身的是声乐呢，还是就是指挥？我的硕士跟博士念的都是指挥。这个很难呢。我们看好像指挥都好像很简单，就手上比划就好了。是，对，看起来是这样，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它比方说有分成一部、二部、三部，再遇到这个乐器的部分，对，都不一样。不一样，指挥的训练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去知道怎么分辨到底什么乐器长什么样，有什么技术，比如说哪一个声部乐器错了，为什么错，那怎么办？要了解这些所有的东西。有没有在演奏的当中
错了怎么办？有啊，也许是某个乐器错，我一发现的时候我就会目视。对，用眼神，或者是手上有指挥棒，或者是手，赶快告诉他，哎，这边快一点，或者是慢一点，或者是错了要跳两个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立刻就可以给他一个 direction， 马上要，这个是一个反应。它是长期培养下来的一个默契。当然，那老师今天我们要特别向您请益，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在公司想成立一个。不要爱乐，不要爱乐，可以啊。我们是僭越了，用爱乐这个字。我们刚好用爱音乐这样。其实爱乐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大家都可以用。像我们台北爱乐，不能说我们去注册别人就不可以用爱乐这个字，是不行的。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有基隆爱乐、云林爱乐，然后三峡有三峡爱乐，内湖还有一个大湖爱乐。大湖爱乐。所以其实爱乐这两个字可以用，所以木曜爱乐绝对完全成立。爱乐这两个字通行世界，没有阻碍。爱乐太好，爱乐无国界嘛，每个人都是喜欢音乐。鸟叫，这是一个人一种的鸟，其实也蛮喜欢的。鸟乐，鸟乐。今年其实比较特别，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50周年，就是在50年前成立的。然后大家小时候上那个音乐课的时候，可能有听过叫什么李抱枕博士，他就是台北爱乐的第一任的指挥。对对对对对对对，李抱枕博士。对，然后他经过了50年的传承到现在，那我已经是不知道第几代了。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年就有很多的庆祝的活动。50周年不容易啊，恭喜。谢谢，希望这个未来的50年，我应该还可以再参与个30年。绝对可以，好不好？那就这样了。等下你们要先三位先经过测试，才知道你们的资质到哪里，怎么学习安排课程。一般的合唱团招收团员啊，叫团员来，我们都会先经过一些测试。唱一唱才知道你是什么音域，因为要分不同步啊。另外还要有做这个音乐能力的测试，要请你唱个歌，不然万一唱出来是这个我们 hold 不住的一声音的话，那有没有老师遇到过真的很想要唱歌，可是他真的五音真的不行，这怎么办？对，这个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边还有视谱班。还有声乐课，就是你如果很想要参加，但是我之前的经验不够，能力不足，是我们有这样子的老师可以帮你训练。哎，我一般民间人士，我也可以来学习吗？可以。哇，这个事我都不晓得哎。对，尤其是视谱这件事情。对。那个谱，你让一二三四五都看得都不太明白，那更何况是这个五线谱。对，真的是很难，简谱我都看不太懂，而且最主要是眼睛看不见。哎，对，再大一点。是不是？好，那等一下就麻烦老师。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check it out。老师，这可能是我这一世人好像最紧张的时候。面对三位老师，老师您怎么称呼您老师？我是张维君，我目前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常任指挥。请问一下，常任指挥跟总监指挥有什么不同？常任指挥呢？我是班导师，他是校长。对，老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测试吗？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通常因为新的团员进来是会先经过一些测试，包含音域的高低，确定你可以唱到多高多低，然后还有音准，那当然再来就是会有自选曲，那若有必要的话指挥也会选取一些段落不是你的自选曲，再了解一下。OK， 是否呢？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对五线谱的灵敏度没有那么的直接，对，想要了解一下。OK， 音域的测试其实就是小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在那边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就这个没什么好紧张的。真的厉害哎！合唱团的嘛，他们变身，我真早就更喜欢一个主持节目。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是，要先试试看吗？还是试试看？团长先试试看。团长，您先试试看。我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开始测试。把我们的对准。那我去弹好了。好，我们请回君老师去。压力就越来越大，这样。哎，可能变少。
也是声乐出身？不是哎，我是学化工的。学化工的，您在调配杀虫剂的时候也会化工？洗澡的时候特别。洗澡。所以您本身是爱乐，是喜欢音乐。没错，音乐没错没错。直接扒的。班不一样，不一样。你这边朗朗上口啊，你那口最痛。他怎么怕我上了？你压力很大啊。怎么可能？我怕我上去唱完，你们两个今天就回家了。好，那我先来。来，坐坐。我在考试，好紧张哦。三位都各有特色，他都各有优缺点。首先问你，音域很高，而且他的那个音质是漂亮的，只是说有的时候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会用声乐的方法，所以你就只能用拼的，听起来有点像尖叫尖叫什么的。可是利用一些方法之后，空间做出来，你的那个高音就会很漂亮。然后这个阿布比较甜美的声音，或者是有一种说法叫娃娃音这样。那在合唱团当中的时候，这个娃娃音就可能要修正一下。对，因为合唱团很多人在唱，然后有一个娃娃音就会突出。那但是就是因为你很紧张，所以你其实第一件事要学的是放松。对，那台哥呢？台哥是三个人里面空间跟位置最好的，然后就是听得出来不一样，因为另外两位唱歌就是这样子唱，台哥唱歌是打开来空间，声音就会有立体有空间感。那但是台哥是有点太拼了，这样不是 beat 车吗？所以就是用太多力。太猛了，结果啪不适应，它就容易破音。哦，我懂。所以其实要找到中间的平衡。哦，谢谢老师。经过老师刚刚这样一讲以后，好像有所体悟。嗯。所以老师，接下来我们要上次选曲。先上次选曲。OK。好，两点。两点。到石头布，然后说布。哎，第一个。到石头布，然后说布。太有默契了，太有默契了。哎。はい。私はさん、キラキラ星です。ね、小星星。はい。一三一三亮晶晶。是的。哦，我们。我们。谁？玛利亚。谁？是谁？是谁？我给你一个前奏，好。嘿。Thank you.
真的是吴老师所讲，真的的确是娃娃音。对，有吗？您是临场的事。哎，有走。开锣。好，我们直接开始哦，预备，三、四。中华民国国歌。其实不太好唱，不好唱，因为一开始比较低，中间慢慢往上去，然后最后李心怡在那边其实是蛮高的，蛮高的，所以其实跨度比较大，所以台哥刚表现的还不错，真的很棒，谢谢老师。而且我刚说那个共鸣的口型有没有？其实台哥就是有打开共鸣的口型，那两位就比较害羞，大概就不好意思打开来，所以那个口型其实两位都可以再加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这样测试起来，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音域？温妮可以到女高音，温妮的声音在高音上面是蛮亮的。那阿布的话，可能比较是次女，对，次女高音稍微低，他可能就是第一女高音最高的那个，那你就会比他低一点点。台歌的话，应该是可以放在就是巴里洞，对，巴里洞，巴里洞是男中音，可是一般在合唱团里面没有男中音这一部，只有高音跟低音，所以碰到男中音，我们就会分他可能是在低音的高的那一部，或者是高音的低音的那一部。那我是属于第二男低音，你是属于第一男低音，第一男低音，比较高的男低音。哦，所以各分两个，各分两个。哦，了解了，我以为是低男低音啊。哎，感觉很有面子。那我们现在要。就是我们来上一些课程好像也可以，对，因为其实像譬如说声乐的课程，两位可能需要打开一些开关，把空间打开，把身体的姿势这样。那台歌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共鸣啊跟声音用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上一下声乐课。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各位会看五线谱吗？说起来可以，可以。那因为合唱团平常演出用的是五线谱。也许我们来上一个视谱的课，就是音乐基础能力啊，视谱啊，然后节奏啊，然后做一些训练，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正式挑战一下。哎，从视谱开始，视谱对。老师好，老师好。卡米老师吗？是。卡米老师好。卡米老师好。卡
凯米老师今天会负责帮大家上视谱的课程。是。那因为大家基础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最基本儿童视唱教本。因为我看到这个儿童视唱教本，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儿童视唱教本是儿童可以来学，对不对？那相对的有没有说，比方说我是中学生或大学生，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区分呢？倒也不是说是年纪，虽然他说儿童视唱教本，其实他就是初级的认识，初级的。那只是我们这边其实从小朋友就有，那从四岁一路到八十几岁的都有。因材施教是没错，这一班全部五音不全组，这样可以也可以教吗？可以，有也可以，就是这个班的目的，把这个五音不全把它全回来，可以全回来，正确的道路上。哦，那这太好，保证三音全，另外两音全。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音乐治疗的课程，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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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请老师教导我们。好的，来，时间交给卡米老师了。好，卡米老师。视唱呢，它总共是三个元素组成的，一个呢就是读谱看音符，然后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 mix 节奏结合节奏，两个终于看懂了之后呢，第三个就是音感的部分，例如说你看着音符收，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准确的唱出收的音高？例如说音符收是这么高，就是收，但是你看到收的时候再收就不对，就不对，对。所以就是要这三个东西全部建立起来。对呀，对，我们才会说，这不是说嘞，对，乱说嘞，乱说嘞，对。拉这个音，这个音叫标准音，就拉。拉哦。那你试试看，这个是什么？收。不是，是哆。哎，是哆音。哆。拉一拉。对。那这个也拉。这个是拉。对。然后下一个音。咪。有没有别的答案？哎，是这个。Ray， 对，是 Ray。Ray， 是 Ray。哎，这个字词有点分别出来了。好难嘞！再试一个，再试一个，再试一个，拉是标准音，对，这是拉。那我再给你一个超简单哦，还给我回答。刚刚有那个 loading 的那个收，对，是收，收，收的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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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拉西？什么拉西？什么拉西？对对对，我问他，OK， 好。说的是你歌手哎，这个是拉，那这个。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あ、走るんですか？走る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这是拉拉。ど。对。あ、すごい！感动的，感动的，感动的，是他欠吗？不是，我的声音最好是催眠，催眠，すみません。那我看一下，就下课。哆发咪发咪来哆，拉嗦发咪来发咪来哆。嗨，可以吗？正解です。三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的这堂课是要上声乐课。声乐课。那当然，这个声乐的训练是一个长时间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陈佩琪老师。Hello， 嗨嗨嗨，大家好。
那陈佩琪老师，他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声乐家，就是他在台湾各地，在国外都有很多的演出。那他也是我们爱乐合唱团驻团的八位声乐老师的其中一位。那今天就请佩琪来给大家特训，这样子。谢谢佩琪老师。你可以麻烦老师哦。好，那就把时间交给佩琪。我就从最基础的，我们怎么发出声音，然后怎么把声音唱到共鸣，然后再把字带进来，这方面就把它融在一块儿。好的，好不好？那我们就从一开始的呼吸先讲。好，台哥先吧。行，可以。我们先来 check 你会不会把气吸到肺里面去？一定会，只是一般的人都是用胸式呼吸。那你们有听过腹式呼吸，就是不是吸到肚子，肚子里面不会有气，气永远都在肺里面，所以当你吸进来的时候，你的五个肺叶就会膨胀。来，绷起来，这边，嘿，有，吸，有呗，所有时候，真的整个胀起来，对，哎，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我一直以为是在前面，就原来是在后面，但它是一圈，胀大以后，横膈膜就一定会，它就一定会掉下来，会放下来，我懂了，这个就是你的乐器。你有气，可是我听到的你的气跟你的声音是分开的，因为很分别气。难怪。对，因为我想一边跳舞，然后要做表情，然后一直憋气。不要憋气，讲话的时候就把气跟着声音讲出来。你要听到声音多一点，而不是感觉气多一点。わかりました。再高一点呢？わかりました。再高一点。わかりました。Better。真的？啊，对，现在这样。わかりました。でも这样讲话我很用力，哪里用力？哪里？就是肚子，对，腰，是的，就是要那里用力，对，对。可是如果你习惯的话，就会好，气比较有 energy 嘛。对，你都是这样讲话。原来大家这样讲话吗？没有，是因为你讲话的习惯不好，你就是没有习惯用声带，你只好用一点力量去帮忙它。对，好，那我们就。帮大家听一下声音，就真的讲一下声音那个发声法。我们要确定刚刚学的这个气息有没有用上。哦，很漂亮，再 sexy 一点。哦。环绕他，拥抱他。哦，哎，好，好好听哦。哎，来，好好好，老大不用自己指挥自己。对，来，眼睛看我，没有人在台上，如果一狗票子人，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的，对吧？高你就唱上去了，对，你后来为什么会压往上？往上走，对，往上压，不然你要溺死了。好，你上去，飞走。对 ，OK， 很好，好，手放掉 ，Go。好，再松一点，对，再松一点，也很厉害了，可以了，然后不会。好，换你。好胖好多了，差很多哎，好累哦，还累呢，不错，谢谢了，不会，好多了，真老师指点，真的，回去会睡的，对，真的
对，有氧，全身对，会流汗，是会流汗的，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内脏，真的可以健康，是没错，内脏的运动，五脏六腑都。好吧，等一下你们三个人都有曲子嘛？哦，对，就是你们原本的那个茉莉花国歌，对，看你们跟一开始唱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经过这一整天。谢谢老师。不会，来，那就你们要不要动一动什么的？好，动一动好了。你们动一动好了，哎。谢谢老师。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身体不要点拍子。好，来，请自己唱。走。キラキラ光る大空の星よ、まばたきしてはみんなを見てる。キラキラ光る大空の星よ。好多了，好多了。换气的时候再低一点就好。好，谢谢。谢谢老师。不会，来。就好像唱国歌太严肃了一点，那可不可以改成紫竹调 ？OK， 好吧，没问题，改紫竹调。一根紫竹枝苗苗，送给宝宝做管箫。笑儿对着口，口儿对着笑，笑中吹竹。第一个是等于是教我们看谱，对，基本的有一些概念了，有了知道那个音阶，知道要怎么唱，但是实在是蛮难的，要看着那个音符唱出来的。是，谢老师的指导，三位有飞跃式的成长，视谱跟节奏起步超级多的，但音感那个就是需要长时间建立练习，是哦。但是他们都有比原本白纸的状态好非常多，因为他们上课真的超认真，是可栽培的意思，可。好，那。佩奇老师刚刚上声乐课，也觉得他们进步很多。我刚刚自己在旁边帮忙弹，我觉得唱的唱起来其实是线条感很不错。对，对，是，非常谢谢老师。希望你们都可以就一直知道这个肌肉的记忆。刚刚是每个人就是十分钟，但是那个记忆希望你们可以永远记得。好，你们如果讲话舒服的，你们唱歌就不可能是不舒服。唱歌就是你讲话的延伸，你讲话你的身体的气如果对，它就会都是对的。哦。尤其是玛利亚桑，玛利亚桑，那平常就憋气。对，你的声音跟气不可以分家。好像对，牵手一起。对，要手牵手，心连心，创造连体。好，维尼，你的那个下巴要放松一点，下巴放松，然后这个地方那个喉腔的气，那个母音的圆润度就会出来。那台哥是对身体的觉知是最厉害，因为你最老呗。对。谢谢老师，没有，我也谢谢老师。好，谢谢大家。所以经过两位老师的评估，还有包括我刚听这个，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步的训练了，那就是跟团员一起分步练习，然后再下一步就团体练习。哇，这样会紧张，是真的，是合唱团的，真的合唱团，不是木曜的，就大家。现在讲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血淋淋的，要接受这个挑战了。对，但是就是在台上不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动作了，我不能点。啊，对，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也不做这个。要指挥啊！
我也很好奇，就是比方说一部几个人，看整个团的大小，对，而且看曲子的需要，这一个作品需要150人，就150人去，或者这个是需要35个的，那就是这35个。他们这样的，那我也很好奇，就是有没有真的就是说，比方说业余的爱好者，是，然后其他的程度也非常高，然后也经常跟爱乐一起合作。他是不是几乎都可以被遴选过来唱歌？我们不会用遴选啊，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唱歌，是有这样子，对。哇，这个很好哎。对啊，这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好，非常健康的社交。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梦寐以求。对，他以后可能就是叫他的侄子孙孙坐在下面，我们帮他拍照。又挂电话公哦。哇。那就准备接受下一步的挑战哦。好，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OK 的，没问题。谢谢。天哪！欢迎吗？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课程第二堂。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真是神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是发音练习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然后视谱，对视谱，今天就要组合了嘞。对，我们上次说今天要来跟那个团员们练习，对不对？练习了，而且就直接是真刀真枪的对干了呢。我对你们三个人上次的表现印象深刻，你们讲的非常厉害。你那时候在旁边吗？根本就没有来，我怎么没有？我有来啊！来什么？那天来那个，我有来啊！我在旁边看啊，看着看着又去了。没有，我看啊。更让我印象深刻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说，台哥已经跨入新媒体，今年第8个年头了吧？对。可以说是50岁以上的主持人最吸引的一位。对对对。昨天我在家里看到他上伟忠哥广播节目的 YouTube 影片，他马上切换的老到我把手机摔破，太老了。怎么说？你讲其中一个，你讲其中一个梗怎么？你讲，这样正反合有出来？有，都有。正反合基本功啊！你怎么这么厉害？你还可以记得当年那一段荒唐的岁月，记忆犹新啊！杜拉斯哥的故事已经快要被写进课。你就不要再讲，我根本就不想听。那个是他讲的。然后伟忠哥手这样伸就有肉包可以吃，我们也不 care。肉包那是新的，那些是烟要放进去。肉包，但我感觉伟忠哥对你评价很高。我们是兄弟嘛，荣哥，那我大哥真的。跟你们两个小妹分享一下，荣哥怎么讲的？他说：“台哥现在有实力、有名望、有收入，夫复何求？”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点。干脆就是今天就是人生就收了。不破你看了吧？至少也明天。不需要这样子，明天的。可以，最近可以。好了，我们现在就是第二次准备要上课，展开新的课程，跟学长姐互动，然后等一下参加团练之前呢，跟各位介绍一位转班生。如果是泱泱，哎，对对，泱泱之类的 ，OK。如果是泱泱，其实我觉得他，因为他唱歌会发抖，我是觉得他该来练习了，还是算了。算了吗？我也很希望泱泱来，但是考虑到后面的平衡。对，那如果说是野人来了，干什么？对，那一样的，对，白痴啊！来的太吵了，这个他不会想录这个，该不会是？我跟你讲，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该不会是寄生？寄生虫？你看后面。搞这套，还在搞这套，掌声欢迎！哎，等一下，他是正面对我们这边。寄生和声，还有手动的开场。哇！太热了！喂，快要15分钟了，这也不容易。不是，是碰不到。来，问你。你其实你想来参加我们合唱团，你就讲一声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搞这小弄，然后这样用迂回的方式，然后搞？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百祥有跟我讲一下你们上课的状况，哎，他说拜托大哥一定要加入。怎么可能嘛？对，不可能这样嘛？因为你跟伟忠哥影片我也看了。还可以吧，我也很屌，谢谢，很屌。哎，不过他这个加入的话，多少会给我一点小小的压力。哎，他毕竟也是竞争对手，说的是，因为我现在放眼望去，竞争对手就剩他了。哎，可是你上次说我们两个才是你的那个，我两个给你压力啊？没有，那个是客套话。客套话，他是真的压力。那个应该不叫压力，叫负担。你讲的好。哎呦，我懂你啊，讲得好，超远。所以他今天一加入进来以后，而且我也把你们之前上的课都补完了，补完了吗？对，来，请看 VCR。
好了，那今天昆达加入以后，我们就这个好看了，两男两女嘛，对，平衡了 ，OK 了，就是这个用意。我就请总监跟指挥说明一下今天的课程怎么样 ，OK 吗？欢迎两位老师，总监好，两位老师，早安早安，是是。您觉得昆达的加入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压力吗？我想压力应该不在我们身上。他的意思是会不会造成他有一些压力？哎，我是怕老师有压力，对不对？新的学员进来嘛。其实不会，因为其实两位的声音特质是不一样的。那等到我们真的跟全部合唱团一起的时候，我们有100多个人，各种各样的人，怎么可能150个人声音都一样？对啊，所以就是不同的音色可以融合起来，那这样听起来才会比较有意思。那老师，我们等一下接下来是？我们待会儿就会做曲子的练习。分布的方面，我们其实把达哥跟台哥分在同一个声部，然后让那个玛利亚跟那个文尼分在同一个声部。那一方面是因为两个人同一个声部可以互相帮助，然后二方面其实也是因为文尼跟昆达是音域比你们两位稍微高一点的。那如果真的在细分的话，可能会分在两个不同的声部，可是大家都刚刚接触这个，所以一开始就去很高音的地方，其实会比较难控制。了解。所以我们就都把大家放在同一个声部。是是是。所以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先练曲子啊，然后音高到底是怎么唱啊，节奏到底是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是发音要怎么念，因为我们要唱的这个曲子不是我们平常唱的中文。那现在可以宣布这首曲子的曲目是？我们要练习的曲目是很有名的，叫做《布莱斯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不晓得哈，这是什么？可是听了音乐你就知道。所以等一下是老师，我们会有维君老师来大家练习。为了帮助大家学习，我们今天还请了几位爱乐合唱团的团员，所以算是大家的学长姐，陪大家一起练习练，一起练习。对，就在你们身边，万一老师说什么一下子没听懂，他还可以马上补，马上补，要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就正式练习开始，这个。好，各位团员，大家早安。然后现在是一大早的开练，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来发个神经起立。好，把你手上的东西先放在椅子上。怎么了？卡到电话。阑尾卡到椅子，怎么了？踩到了。摸，维持放松。摸。放慢练习，可是现在会比较接近正常要的速度。二三一。Semper crescis, aut decrescis, vita et testa milis. Me componens partite. 指挥松掉才会一起松，太快，太快，跟不上。
一个舞台上看谱的技巧，就是你的谱不要这样子看，我就拿起来。对，我这样子看的时候，我看到谱，哎，顺便也看到字。同样，我这样子完全什么字都看不到了。是大师帮我贴在指挥脸上。OK 就赞了 ，OK 就 OK 了。我们听都很 OK， 要问老师才知道。对啊，老师听出来了。所以老师这首歌吃两个人唱也可以哦。应该最好是八个人唱。因为我们今天现在听到只有两个声部，但是其实它有八个声部。我们现在听到是两层的和声，接下来跟所有团员八个声部都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好多层的和声全部连在一起。Harmony。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资格跟大家一起走。可以。那四位辛苦了，谢谢学长姐。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加入八部，加入大家再练习。因为其实加入大家会更容易，到时候每一个声部其实都有20更好问，所以大家一起帮忙会更容易。所以我们下午要可能要有新的制度，所以你怀疑有同学没声音的时候，就要这样。然后周围的人就最简单的是什么？学长姐，你要都要讲好。老师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是全停，他们所有的人都停，都没有声音，就只有我们几个人。示范一下，如果一个在装的人唱到一半，突然间面临全停，或者什么？神不累就挂了。好了，那个辛苦各位了。哎，期待下午跟大家一起团练。哎呀。先安静一下哈。那因为上周五啊，我跟那个玉仲老师还有维君老师有测验四位新团员了，然后我们呢就很荣幸录取他们。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台志远台哥。那待会我还是会让他们几十秒自我介绍一下。第二位是坤达。第三位是那个阿布玛利亚。过来一点好了。第四位是温妮。好，那我把麦克风交给台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这个各位团员先进老师们大家好。这个今天很冒昧的，我们四个人呢刚刚通过团长以及总监的测试之后呢，发觉我们四个人可以说是天赋异禀。所以说这个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加入大家。这个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木曜四超玩，请问知道的请举手。哎呦，这么多，谢谢。这知道的不是重点，请问有订阅并且按小铃铛的，请问，才这么一点人，你们手机都坏了的。我希望回去啊，要好好规劝旁边的团员，一定要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如果没有的话，立刻退团。谢谢大家，接下来欢迎坤达。各位先进老师前辈们，大家好。我是坤达。那我不像台哥说，我们有天赋异禀，我们就是在里面混口饭吃。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就在做练习，然后唱这个合唱团这部分。那今天也麻烦大家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谢谢。因为我平常有语言的问题，可是唱歌是不会有语言的问题，所以我会尽量加油的。然后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问题吗？嗨，大家好，我是温妮。对。刚刚很开心，就是走进来看到这么多的学长姐，平常很喜欢唱歌，希望今天可以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好，
那我们就请四位团员入座，我们要准备开始练习了。我各位只要 auto 跟 bass， 第一个音 M。高一点点啊，很高，这个发比你想中高，尤其是其他的声部 re mi 的时候，你的发会被它带走，所以不小心越唱越低，都坚持住，再次 ，and， 这次加入 soprano two 跟 tenor two。摩擦在他们中间的 re fa 小三度 ，OK 很舒服，摩擦进去，所以要坚持哈。这一次所有人一起 ，and。身体的状态，我们回到最开头的第二行 ，Center Exercise， 记得你刚刚这个状态，你现在要跟它完全相反。好，谢谢。可以记得吗？不就是你要这么大的对比，我到时候观众才听得出来对比，不然就全部都差不多。所以一开始第一声蹦完了之后 ，all fortuna， 所以我要听到这一句话，而不是 all fortuna 四只尾鱼这样。技术上也很棒，很重要的这两个字，吸气。我刚刚准备下去的时候，发现哦，发出那么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你就准备好了，我手起来就应该吸气了。习惯吗？不能说是习惯，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感觉而着迷，应该是这样。对，那种团队的荣誉感，对，就要跟大家一起的那种感觉。而且老师讲的好详细，那你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听注意的，注意二三点都是非常具体的。Yes， 总裁像您在台上这样，台上这么多人，你还分辨得出来他们有没有状况好不好？大致是分辨得出来，但我不可能知道每一个人哦，你可能少漏了一口气，我不可能这么细。可就是说，你听得出来，譬如说某个声部的状况不太对，本来应该要这么多声音，结果只出来这样子。这个你也知道，听得出来，很明显，其实在前面很明显。真的假的？那他们刚刚四个人都量都 OK 吗？还 OK， 还 OK。我那边有被你听出来抓到吗？没有，因为我们被包得蛮好的。因为其实周围都有同声，周围的学长姐都蛮大声的。真的吗？主要是说合唱跟自己一个人独唱不一样，就是你有很多伙伴，不是说自己个人多优秀的问题，是整体要好。老师，那你不会说咔咔咔，然后呢？
你就是你，站起来！你会这样。如果有人严重错误的话，你听得出来，就会站起来。你会，就你给我站起来，你气场。我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凶，是不用这样。但是，譬如说，假设，凯哥借我冒犯一下，万一这上我会先问说，那个凯哥，请你去唱一次。这个时候就已经完蛋了，下一次前往国家音乐厅练习表演的门票吗？我想其实是可以的。真的假的？当观众可以先试看，跟团员一起我们练习。站在舞台上，站在舞台上练习。练习可以啊，没有观众的。对，因为其实刚我们听到这一首，不是只有钢琴伴奏，我们真正的演出是交响乐团。下次就有交响乐团，下次就有交响乐团。Oh my god！所以我们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练习，我们可以试试看。所谓的练习跟表演的差距，就是我们有没有卖票，有人进来。我们没有卖票，没有人进来，压力至少没有。对，有卖票压力一定很大。体验下来，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开始上课认谱，学那个发声法，到后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到后来我们再合起来，其实大家的状况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少了最后这个跟交响乐团一起，会很可惜，可惜。所以我觉得可以，谢谢老师。我们下一步继续来体验一下。您这样讲真的很感动。不会不会，这我本来想说，哎，就推迟了。但是老师这样讲，我热情邀约，我这个也就只有僭越了。一定要参与，一定要讲。谢谢总监。不会不会不会。那我们就下一次国家音乐厅见。听起来很厉害。我可以私人卖票。你是想搞钱？等一下。哎，站上国家音乐厅不简单，真的，国家都在前面。荣誉，而且我跟你讲，国家戏剧厅我是以前是有去演出过的，音乐厅我何德何能进得去？是，你这个放手也没放不了，没办法在国家音乐厅放手，在外面的广场放手，对，哦，你在外面广场放手，这个太荣誉了，这一生荣誉，恭喜啊，前往国家音乐厅，太好了。好了，各位辛苦了，嗨，辛苦了，大家，嗨，谢谢老师，谢谢大家，下次见，谢谢。画面真的是太赞了！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边帮我配一下音，因为我刚刚有动作。这个真的是世界级的音乐殿堂，我们今天何德何能可以站在这个殿堂，然后我们可以唱歌。三位今天穿的是非常非常的庄重，非常正式，可以像是那种来听音乐会的贵宾。竟然没想到你们竟然是来唱歌。对啊，我们是合唱团，但是今天很遗憾的，昆达练了一辈子，今天上不了台。他是这样，他一直到最后的一刻都非常想要跟三位一起 share 这个荣耀，但他听说，但他这边有三条线，这边两条线，对，五条线，引起了一些线，五线谱嘛，就不方便，刚好五线谱，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来，练了一辈子。用不出来，他没，他达哥没来。我说，时间很宝贵，因为今天不是只有那些上次练习的合唱团的同侪们，请看四周，今天我们是要跟整个大的交响乐团一起表演，所以他们现在要练习了，我们要走了。这边要让给他们，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练习。好，所以这不是我们练习的地方。练习兼验收的时候才会回来这里。那你验收如果 OK 的话，我们等下可以跟 Boxer 一起。就是嘛，你跟我说，你到底修了什么福？福报，这福报。来，福报妹跟我说，你们好好练，对不对？如果通过的话，直接加入晚上正式演出，就可以坐在下面看，就对了。不是，你们就在上面唱，然后再给台北爱乐每一个人缴49.7万，49.7万，49.7万。通常大哥会买单，是的。他说账单来的时候说，请问你们哪一位？不用，不方便在这个殿堂捶打，我跟你讲。不方便，不方便，真的不方便。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去练习。我穿成这样适合捶打吗？不是，比较适合端水。哎呦，好这一套，很幽默，幽默 ，OK， 福报妹幽默 ，OK 了，我们现在赶快去练习。第一小节是 O， 有没有重音？有。Fortu 哪个重音？有。Fortunas， 每一个重音都给 O， 好不好？准备好，只有第一个音下来之后，你们力气就要马上起来了。Fortuna
男生的声音，不是。Start to body, start. 子音哦，是 one. Start to body, Achilles. Boom, boom, rock, rock. 紧张再紧张。It's been long. 老师有紧张耶。Mexico, Venetians, nun, pen, nun,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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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咬紧，咬紧。Zero.完了，我忘了带记忆卡，而且我的记忆卡放在我龟山的家里，从这里来回要2.5小时，泰哥恐怕是等不了这么久了，怎么办？来，大家准备，容倒数5、4、3、2。哎，干什么？是不是没有带记忆卡？哪有？你这个招是我在1年前，反正我很闲的影片就看过了，不用担心。我跟你讲，记忆卡来了。来，我跟你讲，再看这边。拍完之后呢，直接用 WFS 读卡机模组过档。什么是 WFS？ 来，孟哲你说。就是 Workflow Station 读卡机模组。没错，可一次传输多张记忆卡，即使像 XS2000 这种外接硬碟也可直接插入使用，不需多次插拔传输装置，可以随身携带，完全符合我们团队的要求。尤其出大外景，甚至是出国拍摄的时候，非常方便，非常需要。这么棒的产品，哪一家的？杰斯顿。把窗口电话给我，我要多用几组才够拍。有没有帮我多要几组啊？啊？台哥，你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要什么是不重要，重点是多要几组，知不知道啊？我难道不懂吗？非逼着我在音乐厅打人是不是？啊？多要几组。金斯顿，这位就是我们享誉国际，刚从德国载誉归国，林琴超指挥家，林琴超老师，林老师，今天我们三位要加入您的乐团，希望老师多多指教。没问题，没问题。对，老师想请教您一下，是您在这个德国学习这个指挥多少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5年有了，15年有了。为什么会选择选指挥呢？就是喜欢指挥，喜欢不哦，不是不是不是，相反上就喜欢团体啊，喜欢跟大家一起做音乐，享受音乐的感觉。对对对，老师相当的年轻，真的。老师刚刚说十几年，我以为他7、8岁就开始，或是5、6岁。对哦，没有没有，对对对对，他们三位接触这一行才不过4、5个小时的时间，对，直接让你功力这么深厚的人指挥他们，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应该不会不会不会，不用不用担心，大家都会一起。就开开心心的唱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唱。的听起来老师已经完全放弃，没有任何要求。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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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这只是练习而已，你现在没有观众。练习就是视同是直接正式演出，嗯，所以你现在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如果大家知道底下会有很多人会比较紧张，因为现在7月不保证是不是很多人。不要再乱。哎，那就就位了，加油，加油了，加油，加油，加油！好，班老师，看你们了，就看你们了，加油！Thank you.
个菜鸟表现得还可以吗？很好。来，给一下。这都，那这都掰卡的。为什么掰卡？这都啊，喏，健身，健身啊，右脚筋扭到。看出来了。登上国家音乐厅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先讲一下。我承认，我放炮了。你是放屁还是放炮？放炮。你当时放炮的时候，你隔壁那个人的表情？真不是，哎，没有啦，来不及啦。我第一次很好，我是第二次挂掉的。你知道为什么第二次会挂掉吗？我第一次唱完以后呢，两位旁边的师兄说：“哎，海哥你唱得很好。”然后我就开始整个得意了，你知道吗？想到第二次我就要越飞越高 ，simple， 我就 simple， 我就要出来了，就挂掉了，怎么挂掉了？那我问一下这位外国人，竟然登上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感觉怎么样？真的很荣幸。然后就是我上台的那一步一步，也有那种木头，也有很好听的那种声音，声音。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唱完音乐、唱歌都是停住的时候的，嗯，真的，余韵，很感动的，感动，嗯，好会讲，青蛙余韵，哎，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坐在下面听，然后我觉得听的时候，感觉那个声音比较湿一点点，湿是什么意思？就是有那种 echo 的感觉，回音比较湿，很像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那跟湿有什么关系？不要理我，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叫音乐人的讲法，所以是。那现在你懂他？那你刚才讲说比较肥皂一点好了，你那时候还没猛肥皂，不要往那个方向带。echo 比较大。对，可是我在台上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个声音，所以其实是靠着学姐的那个带领。自己讲不准，嗯，学长怎么说？有请总监郭老师。郭老师，嗨，郭老师。两位好，大家好。郭老师，您这个在旁边看呢，应该是一把冷汗。对，会不会紧张？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紧张，会不会怎么样这样？可是其实过程还蛮顺利的，挺好的。我们有没有机会真的跟团这样一直练一直练？有机会真的站上去演出？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彩排嘛。这次因为是一日体验，所以时间很短，只能学中间一部分。对，如果要跟大家一起上台的话，其实就是加入台北爱乐合唱团，对，然后就慢慢的学，然后慢慢把这个作品学起来，就可以一起上。那我想请教老师一下，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有心加入这个团的话，我需不需要缴交什么样的费用来学习？一般团员的团费其实没有很多，一年是几千块钱这样子。当然如果有些团员进来之后发现啊，我的视谱能力不好，或者是我的声乐的能力不够，这个另外的课的话，那你就要再找老师。那我们爱乐合唱团比较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声乐老师的这个费用啊，我们其实是学生出一半，团里帮你出一半，已经出一半。对，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团员的训练，团员变好，我们团会变好，是，所以我们就是团里帮他付一半，太棒了。对，讲真的，我儿子已经报名。我到时候请总监帮你安排那种国外最强的声乐家，一堂是37万，然后我们团帮你出大概18.5吧，你再带18.5现金。我先给的，我先给。先给要先还。听说总监要发这个学员纪念证，纪念证，台北爱乐的这个荣誉会员。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团员证，每个人都有一张这样。感谢感谢，哎，好棒，这是一个拼别人的拼，对，就有这个表示爱乐，我也算是爱乐的一份子，知道吗？就是我的整个档次就提升了嘛。好了，既然总监都说我们 OK 了嘛，做个 ending 吧。一日台北爱乐合唱团成功。成功。